这个挺难的，这话题，坎坷太多了。我爱棒球，棒球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里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8岁开始接触棒球运动，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经常是忘了自己的年龄啊，今年我是44，我从9岁开始打网球。但实际上呢，从27岁当了教练，当教练之前呢不懂得怎么打网球，当教练以后呢学会了一点，现在还在学，就这样。This is my 47th year in baseball. I've got 25 years in the major leagues.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team since 2011. I managed the last World Baseball Classic for China. I enjoy the challenge, and I enjoy going to China and looking at the young players. And you know, I think that's one thing that I'm trying to give back a little bit, and sharing some of my experience with young kids is what I'm trying to do. Actually, my experience is pretty rich. You see, I was first a soldier, a soldier, first a teacher, later went to study foreign language. Finally, I even thought I would come to the baseball tournament. Actually, I've been working in the sports field for 28 years. 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呢，就是接触棒球这20多年。当时看操场人在玩，觉得特别有意思。后来加入了就是小学的校队吧。当时嘛，这打棒球，我对着棒球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选材时候选的我，说要来练练棒球看看。然后慢慢呢，我就喜欢上了棒球。我发现棒球呢，跟其他的体育项目呢不太一样。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是第一眼看着棒球就喜欢了。我们小的时候是在那个海淀一个体校，海淀体校。我们就是春季的时候那个运动会要借用海淀那个体育场，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见一些孩子在玩这个项，当时不知道叫什么，一个孩子在投球，另外一个孩子打棒，拿那个棒没有打着。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现在记住当时的心态，如果给我那棒子的话，我一定能打着那个球。这个真的就是一眼就喜欢上了，没有任何外力，没办法。You know, I just, you know, I've always loved the game since I was a kid, and I got a great impression when I was young, and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to China to give them a good impression when they're young. 实际上，每一次的工作或者是每一次的活动吧。就把基本上全部的情感都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了，所以应该说就不光是喜欢了，而且是热爱。棒球对我来说意义跟家人一样，
我每一几乎近十几年来，自从打了棒球，时间都跟棒球一起度过。我把棒球比喻成我的家人。春节时候，家人陪伴不了，一般都是跟棒球一起度过，就是练习。No, it's everything for me. I mean, I've been involved in it for so long. It's been my only profession I've ever had, and I enjoy the competition. I enjoy being around the players, and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things is baseball brings people together.其实最开始接触棒球的时候，很累，然后教练要求也很严格，大概真正玩懂棒球之后，就是了解规则了，大概一年多左右吧，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要理解棒球，要理解这个项目，它不是简单的是。快乐，那他是，你一定学通过打棒球学会去帮助别人，因为这个规则的伟大是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这个规则特别伟大，因为在这个垒上，你必须忘记你自己的时候，真诚去帮别人的时候，就是帮助了全队。你真正帮助全队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帮助你自己。所以说，回到中国那句老话吧，帮助别人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这个项目就是教给你这个。我对棒球的理解哈，因为我从事棒球的这项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我觉得棒球是一项非常有魅力的项目。它首先呢是一个这个集体球类项目，但是呢，如果说就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讲呢，它更能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是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团队精神呢。是一个非常阳光向上的一个体育运动。虽然说中国国内对于这个棒球是还认为它是一个小众的项目吧，但是我认为如果说它能够得到国人的认可的话，它会在所有的集体球类项目当中应该说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一个集体球类项目。其实在这些年，棒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从团队合作到个人的坚持啊也好，太多太多东西，对成长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吧，所以带来了很多快乐，当然也有不快乐，这些都是共存的吧。最坎坷的时候想要放弃棒球，人生都有低谷的时候，还好我当时没有放弃它。最开始接触棒球的时候，也是中国棒球联赛，2002年、03年、04年，非常火爆的那几年。然后，梦想当然是，又是在北京猛虎的主场嘛。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战袍，为北京猛虎效力。在高中的时候，教练通知我说有一
个到北京队的机会。其实当时心里心情也很复杂，是继续读书还是选择棒球，自己也做了一段思考吧。其实还是从小一个梦想吧，有这个对棒球的这个梦想，后来就踏上这个棒球之路吧。其实是一种非常向往的目标也好，梦想也好，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拼搏，继续奋斗吧。这是一个算是里程碑的一种感觉。当穿上国家队这身战袍之后，其实压力和动力也是共存的。压力当然是有，当然更多的在训练场上要更努力的训练，在生活中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对吧？在各方面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就是职业这个两个字，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职业球员他有几个特显著的标志：包容心、理解别人的能力、自我推动自己，就不是靠别人去，靠教练呀、靠其他事物去刺激你，去那么被动，主动的，而且是主动的改变自己，而且还是奉献。征战这种国际赛事，感觉个责任更重，因为身披国家队的战袍，想有更好的表现，为国争光。打棒球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取得胜利，然后队友、朋友、家人对他们的算是回报吧。最难忘的时刻有很多啊，然后其实，在2013年的世界经典赛上，中国队战胜了巴西，那一场球，至今还历历在目。如果说在20多年当中，其实有很多经历都是值得回忆的，但是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在2008年，北京主场我们战胜中国台北的那一场比赛。虽然说已经过去8年了，但是在我们所有参与的人心目当中呢，它是难以忘怀的。其实那是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战胜日本、韩国这些亚洲强队、世界强队吧，来证明中国棒球的存在，能够代表国家队去打世界大赛，比如代表国家打亚运会啊、经典赛啊。奥运会的话，现在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最大的梦想哈、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国家队能够站上，就是在国际棒坛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呢，能够在这个中国这么辽阔的国家土地上，棒球项目能够生根开花结果，这是我的一个期待。我想如果说在中国能有更多的人喜欢或者热爱这个项目的话，它比就是国家队站在这个最高领奖台上的意义可能会更伟大。Well, they just need to go out and play. You know, we need to promote it, and we are promoting it, and just get these kids playing at a young age. 从事了棒球项目，因为我听了太多的家长反映，孩子懂礼貌了，老师也说，孩子比以前听话了。其
其实他这种听话并不是埋没了他的个性，而是让他懂规矩，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内尽量去发挥他的个性，这样做什么事有边的时候，他的心反而倒自由了。其实孩子就是一样，让他享受棒球的同时懂得礼貌，然后学会挑战自己，就这样。There's great athletes in China. There's no reason why they can't pick up on baseball. It's just all a matter of getting them interested when they're young kids. 我相信就是目前为止呢，在全国哈，有很多的就是志愿者，或者是有志于就是把棒球作为自己的这个奋斗目标，来这个从事很多青少年俱乐部啊，包括现在一线的从事棒球的这些运动员来说，他们都在积极努力的把这个项目推向另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相信有这么多人就是热爱棒球的棒球人共同努力的话，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应该是非常令人值得期待的。如果有一次重新的选择，我还会选择棒球，继续从事棒球这项运动，这份事业。